竞彩补题21蚊，38蚊就飞象过河，92蚊系赤胆福星嘅，62蚊系活力威，咁啊马无敌啊14倍啦。一里宝嗰阵啊，应声弹出竞彩补题啊，相当之快，幸运福星亦系唔慢嘅。再上咗嚟，见到马无敌入边仲有利之宝，最后啲跟住就系活力威。活力威再之后内栏位置嗰只就系飞象过河啊，半个马位之后喺佢外边就红辣椒。红辣椒一个马位之后，入面嗰只就系前顺来，再两个马位之后，跟住幸运小子包晒大尾嗰只系赤胆福星，距离头马约莫系8个马位左右噶。好啦，约莫仲有呢个1001米到终点，前面放头马无敌放出头半个马位之先，领先守住第二位系幸运福星噶。一个马位之后守住第三嗰只就系利之宝，喺佢外边就系活力威噶。个零马位之后，跟住入面飞象过河，半个马位之后外边就系大满马竞彩宝题啊。一个马位之后，跟住先至见到前顺来，半个马位之后外栏位置就系红辣椒，再个零马位之后尾二位置嗰只就赤胆福星包晒尾就幸运小子，距离头马而家约莫都系7.08个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转咗半个银禧湾，前面方头仲有马无敌，撒开大放出头个零马位之先，领先幸运福星依然守住个第二嘅，利之宝啊摄咗上嚟第三，活力威依然守住个第四，咁啊最后啲跟住就系飞象过河，然之后就系竞彩宝题。咁再有啲跟住先見到紅辣椒入面就係前順來，然之後跟住就赤膽福星包曬尾，仲係幸運小子，佢哋頭馬有冇都係7个马位啫。好啦，轉翻入正直路約王，仲有300零米咗，前面馬無敵第一隻突出為利之寶，我就追佢啦。中間踩緊有見到就係飛象過河，我咪上一嚟見到仲有競彩煲題，但係咗出去見到仲有紅辣椒，中間仲有赤膽福星嗰啲馬嘅，約王仲有100零米咗，前面飛象過河第一隻領先咗，赤膽福星可以追佢，我咪上嚟仲有就係紅辣椒嘅飛象過河，越騎有應該可以再贏一場，冇錯，飛象過河跑第一，跑第二名赤膽福星，跑第三名嘅紅辣椒嘅。三匹老马包办三重彩，飞象过河、赤胆福星、红辣椒。飞象过河赢佢一生第7场嘅1600米赛事，赤胆福星个地快啲，留后之一段一样追得咁好，红辣椒都翻生啊！飞象过河跑第一，跑第二名赤胆福星，跑第三名咧就系红辣椒嘅，加埋26岁啊，啱啱计，好嘢好嘢，9岁9岁8岁。遇到一早都是弱咯，都話上個禮拜都話一場過嘅啫，今次都話呢組馬大佬都唔到你唔揀埋佢嘅飛象過河，真係冇得唔揀。品味就真係當起嗰只又唔係真係咁當起喎，跑翻個第四啫喎，第二門競彩補題，4351啊，紅辣椒都贏嘅。有冇高啊？有咗解釋嘅啦，有解釋嘅。內窺鏡顯示呢只馬氣管裏面有好多濃痰啊，即係未夠 fit 啦，所以有咁多濃痰啦。咁另外咧就都可以留意埋力高力嗰只幸運小子啦。咁你滿唔滿意個留前鬥後咧？佢係咪留嘅？我睇唔到。嗱，力高力就講佢原本打算一如慣常將咧該區就置於前列競跑，咁啊只馬咧時日出閘就欠佳，繼而未能展示慣常嘅前速，因而落遙遙就落後。佢喺中段咧，呢只馬就將頭轉側，並且就外閃。該區以往咧亦曾出現過呢個情況，其後喺直路上咧就衝刺乏力啦。另外高力呢只高雅致嘅活力威，而家鏡頭嘅第二碟啊，外邊嗰只咁啊，高雅致就解釋佢係喺對面直路上及吹近800米處轉彎嘅時候咧，坐騎就外閃，走勢就欠順。當時佢難以保持呢只保持喺呢個幸運福星後面有遮擋嘅位置，以避免咧就走第三碟。佢講嘅係鑑於活力威喺早段嘅走勢咧，坐騎啊衝刺乏力，表現啊令人失望。關咩事咧？耍圈再睇錯眼，肚腩好似我個肚腩咁啊！大佬肥嘟嘟咁樣，唉、哎，都算幫得手啊！出嚟嗌下飛啊！呢啲真係，唉、哎，真係，唉、哎，蔡維先生啲馬都可以咁鬼肥出嚟跑，以往好少嘅真係。今季都見佢有好多隻係咁，有好幾隻都係，唉、哎，明明都唔夠水準嘅。以前佢點都有翻7分零8分先出嚟跑嘅。早幾年開始咧，有呢、這個。